一分钟一口气记住八个鸟啊！来，同学们看，第一个就是麻雀，是吧？读作 sparrow。好，第二个金丝雀，重读从第二音节，先弱读个 canary， 就是金丝雀。啄木鸟，你看跟木头有关，变成 woodpecker， 这个的可以吞音，就是不读了。变成 woodpecker 啄木鸟，蜂鸟呢？好，两音节，读作 hummingbird， 以及天鹅读作 swan。来，鸽子是 pigeon， 两音节单词。猫头鹰读作 owl， 以及鹰读作 eagle。你看这个 owl 还有这个 eagle 后面都有个翘舌音，舌尖得顶到软腭的上头啊。你能画一只天鹅吗？ Can you draw a picture of a swan? 你会画吗？同学们，会的打一，不会打零。